那我们就开始吧。那我先把上两周的内容跟大家回顾一下，因为有些人之前也没有看过。第一周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画这个线稿，教了大家一些画线稿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怎么样用线，怎么样练习。我们来看一下。先出一些草图，然后通过大家投票选出第三个，然后基于第三个草图基础上呢，再来进行细化。那第一步刚开始画草图的时候呢，只是大致的记录一下想法，然后大概的构图的布局，然后动态怎么样摆，不必在意那些细节。那有了这个大概的动态之后呢，哇，谢谢谢谢南妹赠送了那么多铜锣烧。好，然后呢，基于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把大致的细节也体现出来。就基于上次的这一步，我把这个手的动作微调了一下，然后加了一棵树。这个时候呢，突然说要加个动物什么的，然后就加了个动物，在这里。好，这个时候呢，就把大致的细节体现出来了。好，体现了这个大致的细节之后呢，再开始。把这个线稿清出来，清出相对来说细致一点的线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这是第一周的时候画的，把线稿把这些细节什么都尽可能的把它画清楚。好，把这个线稿画出来。好，这里有一些教大家练线的一些方法，在这里。第一周大概就是这个内容。感谢细节先生，感谢百泉萤石，感谢慢迷兔散步中，感谢 V Walker，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送的礼物。感谢细节先生赠送的比可拉，谢谢。好，第一周的时候呢，我们把线稿画完。然后第二周的时候呢，就是上次上周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下这个光影。那现在这个光影呢，看起来很丰富，但其实呢，我是分开做的。那上周也来看的人呢，应该都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的。谢谢逗逼坏苹果，谢谢小鼠鼠鼠，谢谢瑶光。好，我是分开画的啊，第一种顶光。第二种是逆光，第三种是这个口腔里面的这个点光那这三种光呢，可以任选其中一种作为主光源但是不要把每种光都调得很亮我可以任选这三种光中的任意一种来当做主光源。好，然后我把这三种光呢调出色相比如说这个顶光，我把它调成冷色那基于这个冷色基础上呢，调出它色温的变化这光线最亮的部分呢，它爆成了白色，饱和度反而没有那么高。光线从最亮的部分往深色过渡的时候呢，它才体现出比较鲜艳的颜色然后进入到暗部的时候呢，因为照不到光了，所以暗部饱和度也变低。然后这个暖光也是一样的这样去调一下，让它中间调的部分呈现出最饱和的颜色。同样的道理，这个口腔中的这个红光也是一样的。调完之后呢，我把这三个光进行了一个结合，这样是一种结合。但这结合之后呢，没有主次关系，三种光一样都一样亮，所以我进行了调整。我把后面这个背光做得弱一些，然后呢，顶光也做得弱一些。其实背光可以适当的亮一点，我可以把背光适当做亮一点，因为我分层了，所以非常方便调节，比如说我想让它的背光亮一些，它就可以亮。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好，那么上周的话，我们做到这一步，就事实上现在这样，我把线稿关掉，它也可以看。当然打开线稿的话，体现出更多的细节。好，那么这是上周的时候做的。现在这课程进行了两次两节课。这是第二节课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进行第三节课的内容。
第三节课主要内容是，有了造型，有了光影关系之后呢，我们来分配它的颜色以及它质感的刻画。先来分配它的颜色。分配颜色的时候呢，我把这些光全部关掉，不要这些光，重新来分配它的颜色。配色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但其实画画没有绝对意义上正确的方法，我也是谢谢魏墨，谢谢大僵尸柚子泰，谢谢绿童，谢谢木泽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好，我们继续啊，我们今天来配色。配色的话呢，我也是跟上次画光影一样，先分出来啊，把这个主体的剪影跟背景的颜色先分出来，然后好好的想一想它到底画一个什么样的配色。那配色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是先从它的材质来区分啊，先从它的材质来区分啊。那我现在先把它的皮肤的部分先分出来啊，分层来调整，皮肤让它红一点黄一点，然后呢亮度可以稍微亮一点啊。注意这个分色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有光影了啊，光影的范围什么我都已经画好了，所以我只需要把这个颜色画出来，不需要考虑它的光影。好，皮肤假设我现在定这样一个颜色，可以把这个颜色稍微调一下，稍微调的暖一点。好，像这样，然后用蒙版把这个皮肤找出来。分色这一步呢，也要适当的耐心一点。这张图是我印象中把步骤分得最详细的一次。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谢谢爱动特闹，谢谢灰化肥发黑会挥发 OVO， 谢谢悠悠啊，谢谢大家的礼物。居然起个绕口令的名字，妄图难倒我，还好我念出来。就以前实体班不是做我布置作业的时候有分组作业，然后有分组作业的时候就有学生起名说啊，就分组比如说是什么赛博朋克组啊或者是什么组。然后有红鲤鱼、绿鲤鱼、驴组，然后居然想妄图难倒我，都是美好的回忆。还好我口活还行，是吧？舌头还算灵活，不然就着了你们的道了。谢谢励志成大处的悠悠。谢谢 Andy， 谢谢 Snake， 谢谢柠檬。我的舌技还是不错的。好，分色的时候呢，我的技巧是一层一层的互相遮盖，
不然的话颜色与颜色之间啊，就如果你开着线稿去分色的话，很容易就留下白色的边啊，会非常难看。所以我们分色的时候呢，不要那样分，就像现在这样一层盖一层的去分。这网状的这个网衣可以先不用管它，可以到时候再直接用线条去勾这个颜色就好。我们先把皮肤画出来。那铁血战士是怪物，怪物的皮肤颜色不一定是要肉色，但是我画的这个是一个人类，人类女性铁血战士，所以说肤色我就按照正常的肤色来画。那之后可能会根据画面效果把它调成更白一点肤色或者更深一点的肤色都有可能。绿色怪物，绿巨人吗？绿帽戴多了的怪物吗？拒绝，我是不会画这样的怪物的。是啊，这个妹子只贴了乳贴，不然还要穿个紧身衣的吗？不用吧。其实涂色的时候啊，很多人觉得说涂色超麻烦，分色很麻烦。其实你想，别人要涂个色还要去书店买一本什么秘密花园，花钱去一点点去涂，对吧？那我们自己画了个线稿，我们自己涂又不花钱，对吧？还能把自己的图画完，岂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要涂就涂自己的画，买那些填色书干什么？涂色老师会出边，没有关系啊，出边的话可以把它修掉，这不难吧。或者大家在分色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那个聊天框里面提问，如果我有一些心得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要买也是买维多利亚的秘密花园啊，厉害了。榴莲在维多利亚的秘密花园里，这么会玩的吗？我看到有人问说主播用的是什么笔刷啊，现在用的是默认笔刷，就 PS 最开始的笔刷列表最前面的那个笔刷。没错，是橡皮擦啊，但橡皮擦也可以选笔刷的。你们可能会好奇啊，天哪，居然用橡皮擦在上色，因为我是用的蒙版，没关系的。
这个笔刷的好处就是它轻重的时候呢有粗细的变化，就你用力轻重对吧，它有粗细变化，所以像这种比较细小的一些夹角夹缝处呢，你只要用力轻一点也可以涂，然后你想涂大面积的时候你就用力稍微大一点，它面积就会变大。对吧，有些时候小一点，有些时候大一些。像这样耐心的把所有皮肤的部分一点点都把它找到。平涂颜色怎么选？往明度高的走吗？这个不一定的，还是根据配色来讲啊、来选。我现在这个只是在分材质而已，等一会儿我会讲到。就比如说我这一套配色，我肤色选的比较浅的话，那么我可能会把这个装备的颜色啊、做得深一些。就还是要注意就固有色的明暗互相衬托。好，先把这个肤色都找到，还差一点大腿。怎么样让颜色看起来华丽一点啊、那可能需要配合光影，还有就是明暗微妙的那些颜色冷暖变化，让这个颜色看起来丰富一点，然后质感表现的真实一点，它看起来就会华丽。比如说金属，它把那种锃亮的那种金属的质感啊、它表现的细腻一点，那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华丽。为什么每次准备好纸看我？你要擦什么？这张图没什么撸点啊，你要擦哪里？这张图干货比较多，车子开得很隐晦，就高级的绅士才能欣赏。好，那肤色的话呢，很快就分完啊，就这一点，没有其他地方是皮肤的颜色。啊，接下来呢再分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我用蒙版来做的好处是什么？
就我可以，如果我哪边涂多了，比如说我这边涂多了，我摁一下 X 切换这个前景的黑，前景色背景色黑白，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去掉，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下面呢，我们再来分一下，比如说分出它这个骨头的颜色，就配色有时候不知道怎么配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一些已经既定的一些颜色把它调出来，比如说这个骨头的颜色，更白一些，比皮肤的颜色，显得更亮更白一些。现在只是大致的分出它的区域，它每一个固有色还有一些丰富的颜色变化，后面我们也要慢慢来做。那骨头的饱和度把它调的低一些，稍微低一点，跟皮肤也可以适当的拉开一下。好，同样的方法把这个骨头做出来。你看，因为我皮肤已经涂完了，所以我现在涂的时候呢，就不用怕涂出界，直接这样涂就可以了。被皮肤遮盖的部分，我就可以随意的涂一下。你看这地方其实超快的，因为我剪影已经分出来了。大家看，我关掉这个皮肤层啊，我所有被皮肤层遮挡的部分，你看我都是涂出界啊，让这个皮肤层盖住它。这样的话，我关掉这个黑层，关掉这个底层，它不会呈现出透明的缝隙，这一点很重要。大家画的时候也要注意。用蒙版的好处，对吧？我涂多了我就可以剪回去，涂少了我还可以加回来，很方便。顺便偷偷的告诉大家，其实周三我偷偷摸摸的来 B 站直播了一下，因为上周五不是跟大家讲了说，之后想说有机会的话，每周，哪天有空再抽一天来直播，所以我周三偷偷摸摸的来直播，我再调查一下周三有来看直播的有多少人，可以打一下一。
厉害了，周三悄悄的直播被那么多人捉到了吗？看来大家都是真爱。其实我是想考验一下，因为B 站的话有关注的人，他才会收到通知嘛。我想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关注。好，我们把这些头骨的这些装饰都把它画出来。周三画了一个，吃粽子的小萝莉。没有，这里没有完成。关注了，但没有经常上 B 站，好遗憾。上来的话就会收到通知。这些是骨头颜色，那我顺便啊，我一开始分色的时候呢，尽量少分一些。那我分完这头骨颜色，顺便呢，我把这牙齿的颜色也分一下。就刚开始做选区的时候，尽量能够以少一点的颜色把它的颜色都分出来，后面再一点点做细分。就画画这个意识很重要，就是从整体到局部的这个意识非常重要。就如果一开始就分得非常细碎的话，后面你很难统筹和规划，就会失去控制。屎忽鬼。不是说大家啊，是我旁边突然来了个媳妇鬼。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部分的画师画画的时候啊，他的配色、光影还有造型什么，他可能会同时进行。我这次直播呢也是纯粹为了给大家看清楚，所以我才把他的线稿啊，然后光影，然后颜色这些啊，都独立的把它分清楚。可怕！你们把"媳妇拐"听成"媳妇"吗？这么厉害，看来你们跟字幕君一样厉害。你们要娶一个"媳妇拐"当媳妇吗？其实这句话我是跟张学友学的，就有一个表情，就是张学友超经典的那个呀西啦的那个表情，然后里面。其实他这一段台词前面还有一段台词，就是惊谁了没？媳妇拐，然后我就学到了这个媳妇拐这个词，感觉非常的有趣。好可怕！我再也不能直视媳妇拐了，居然有人把媳妇拐听成了媳妇儿乖。得哈，以后哄自己媳妇儿就可以说媳妇乖就可以了。以后找一个广东的女朋友，然后她哭闹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对她说媳妇乖，然后她就会开心。那今天呢，我会尽量抓紧时间，跟上两次一样啊，最精彩的内容往往都在最后，所以说我今天会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配色配完，还要涉及到一些质感。
虽然这个课程我已经分开来上了，但其实内容信息量还是蛮大的。就比如说上次的那个光影，对吧？但其实在我的实体班上的话，这个光影这一个内容可能就要练做大量的练习啊，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那种拆分。但是直播的话呢，因为时间很有限啊，我已经尽量把这个进度打得足够散，让它每一个部分都相对来说讲得细一些，但还是需要大家怎么说呢，多花点时间去巩固一下，去研究一下，不然光听是吧，听完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 buff 对吧，就是哦原来如此，听完之后感觉哦原来是这样画，仿佛就会画了，但你不动笔画永远都不会画。所以一定要动笔画。动笔会失去这个 buff， 不，动笔的话，刚开始动笔可能会有点失落，想说，哎，怎么跟想的不一样？我看的时候明明感觉都懂了，为什么一动笔感觉就毫无方向？你要多动啊，对吧？只动一次怎么会懂呢？怎么会得到其中的快感呢？是吧？要多动，自己动，多动，动得多一点，动得勤快一点，对吧？你才能真正意义上得到这个能力，成为一个永久 buff。对吧，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对吧，欲知此事要躬行，所以说大家光听这个课，光听我讲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你并不知道画的时候，真正画的时候要怎样去弄，画一遍跟只听不画还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也管不住你们，你们不画对吧，我还是很欢迎你们来听，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练一练。那配色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技巧啊。所以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次难道只是讲一个分色吗？那平涂颜色就好像小时候小学门口买一本什么摩卡少女樱、什么美少女战士的线稿，然后买回去自己填色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个填色也有讲究，就仅仅配一个固有色，哪怕它没有光影关系啊，它也会有很多丰富微妙的变化。就我现在做的还只是第一步，就最基础的一步，先把它的这个范围都分出来，那后面还有很多内容。就很多很多人直播画画吧，就大家在挑选看看不看这个人直播的时候会看，哇哇，这个人画萌妹子，我最喜欢二次元，我要看他的直播。那有些人觉得说，哇，这个人画的好写实，对吧？画的像照片一样，我就喜欢这种，我要看这个人的直播。但其实不管什么画风，绘画的原理、绘画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就你对光影的判断、色彩的理解，这些东西是共通的，只是你的表现手法、表现风格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这个画风审美的取向不同而已。所以说我尽量在画这张图的时候呢，多教大家一些原理，而不是拘泥于说你看了我的直播，你只会画怪兽，你只会画铁血战士，对吧？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录播，直播。
每个礼拜五都是直播。为什么会觉得是录播？好的，斯内克，我期待你把我教你的这些内容用在你的无法天女上，期待你的无法天女闪亮。斯内克，我已经脑补出你涂了黑色唇膏，然后画了拙劣的烟熏妆，然后戴上颜色很饱和的假发，然后配上字幕闪亮。对啊，就是有字幕啊！你们以为有字幕就是录播吗？你也不看看这字幕的精确度。我每次直播都要被这个字幕虐很多遍，好吗？被字幕君虐待。字幕君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班长，是他手动打的。有时候连打难免出错。画画千万要有耐心，对吧？你看我以身作则，耐心的把这些颜色一点点分出来。画画连这点基本的耐心都没有的话是不行的。不是啊，谁说每4个月字幕君就要换一种风格的？我说的班长是魔豆群的班长啊，魔豆群的班长只有一个，唯一的班长。难道班长还可以4个月换一个吗？哇，谢谢南宫大佬，南宫大佬出手就是99。南宫狗贼什么鬼？不许侮辱南宫大佬！好，这些地方虽然我线稿，因为它虚到后面去，我没有把它连起来，但分色的时候还要把它分出来。牙齿虽然很多，对吧？但是也涂完了。好，那么骨质的部分呢，也就这么一点。然后我突然发现，哦，绝对不是故意的。我突然发现这边皮肤没有涂，对吧？还好我有蒙版，哦，
我想要补充，随时都可以补，我都不用重新取色。所以说蒙版千万不要在一开始就急着把它合并掉。这虽然是一些小的技巧，但还算是比较实用的技巧。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分一下它头发的颜色啊。那同样的道理啊，一样的方法，头发我选一个棕色吧，调一点黄，调一点红，然后明度上啊，要把它拉开一点。明度上让它颜色深一点，这样的头发。什么铁血金姐，可怕！我早就不是这个发型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现在已经沦为不一样的肥宅。说得好，这是巧克力威化饼干色。好，头发快速分完，然后我们看看哪些地方可以跟它涂成类似的颜色。比方说我们把皮带的部分啊，皮带部分也涂成褐色，皮带可以和皮裙先涂成一个颜色。用头发做的皮带吗？你口味真重啊！你发量真多。突然想起来，这里还有条舌头。不要随随便便把我用美图秀秀画画的事情讲出来，好不好？你们都学去了，让我怎么混？
没错，我就是用美图秀秀画的。我现在只是暂时啊，暂且把它们都涂成这个棕色，但之后我还会再继续细分。这个字幕君真是有病！我说继续细分，他也听成媳妇儿；我说媳妇拐，他也听成媳妇儿。他满脑子都是媳妇儿。服气的。突然发现涂错啊，这里是不需要涂的。好在非常好改。前面这一步呢，虽然做起来花费一点时间啊，但这一步做好之后，后面会非常快，非常有效率。前面的铺垫做得越好，后期的效率就会越高。就好像上次我在分光影的时候，我已经把它的整个剪影都已经选出来了，所以这次我分色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把这些颜色都耐心的涂上去啊。质感刻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就是之后呢，我会把什么金属、皮革、皮肤、毛发等等各种不同的质感把它表现出来。因为质感刻画的话，也就大家画插画的话经常会用到的技巧。但是质感刻画的话分得比较细啊，它像不同材质，骨头啊，有金属，有皮革，有各种不同的材质，所以说到时候分的，所以今天只是上部分啊，今天是分色加上质感的上半部分，我估计质感刻画还需要有个下半部分。
不会的，他切的是甲片，他只是做了一个美甲而已。而且我现在这个范围分好之后，可以做很多的试验，就好像上次我们把三个光影啊分开画，画完之后可以调各种各样的光影效果啊，各种搭配的效果。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我现在把它的范围分好之后呢，我可以调各种各样不同的配色，到时候可以给大家来选啊，选出一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配色。好，褐色的部分基本上也分完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怪物的颜色，也给它分一下，越分越快。怪物大家觉得什么颜色好？其实怪物我脑子里也没有什么概念，大家可以给我一点建议。我看到有人智障委员问我说，up 直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固定的时间是每周五晚上的7点钟开始。不过不固定的时间，我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绿，还说粉红，还说蓝色。我中意希杰先生的建议啊，粉红色，我觉得这怪物就应该是粉红色的。说的太好了，我满足你，并且有点橡皮粉。粉红色比较骚嘛。我就喜欢这种放荡不羁的颜色。有点骚。或者你们有更好的建议也可以阻止我，在没有更好的建议前，我就先涂粉红色。草莓巧克力威化，这是吃货说得出来的话。还有金黄色，不不不，这不是无法粉，这是普通粉而已。好，粉红色只是这怪物的众多颜色中的一种。我刚刚就有讲过，我们分这个颜色的时候啊，现在只是分区域，到时候可以颜色可以调整，还可以做变化。所以粉红色我一定会保留啊，但是只保留一部分。我就喜欢出其不意。
突然提议粉红色，那我就只能接受你的意见了。好，把它舌头也涂成粉红色，舌头涂成粉红色的话刚刚好，没毛病。为什么原谅色劝不住我？你要选择原谅我吗？想要原谅我的话，先把帽子戴好再说，再说话。舌头绿色，这么骚的吗？比我还骚。这条舌头，可见我画触手的功力。好了，粉色的怪物。真是撩人心魄。好，那颜色分的话呢，我们暂时哦，初步的颜色先分到这里，然后来细分它。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层把它合到一起去，放一个组来细分。好，细分的时候，比如说这怪物啊，它是粉红色没错，但粉红色基础上呢，我可以分出一些其他不一样的颜色，在固有色上，比如说它凸起的这些角质的颜色，我会把它做的颜色深一些。好，在粉红的基础上，刚才也说绿色对吧？好，绿色，但是我们绿的沉稳一点啊，绿的灰一点，稳一点。好，选一个这样的颜色，用这个颜色呢来处理它的角质啊。那怪物的皮肤呢，它上面斑斑驳驳，有一些变化。我们可以选一个颗粒感较强的笔刷啊，来做一下。因为我已经选中了，对吧？我就说我们会很方便啊，方便在哪里？你看我现在要做一点肌理上去啊，非常容易。这是一个底纹啊，不是所有的效果，后面还在细分。基于这个底纹的基础上呢，再来细分它。换个笔来细分。那这些角质哦，凸起的地方，对吧？我向来是个随和的人啊，你们要粉红就粉红，你们要绿色就绿色，你们要粉红加绿就粉红加绿。我总是舍不得让你们失望。粉红变黑变绿的感觉，我为什么要享受这种感觉？粉红变黑我还可以理解的，粉红还可以变绿的吗？变绿你还下得去你的屌吗？奶粉。一不小心开了车，你看它所有凸起的地方啊，我把它颜色做绿，
为什么要在红和绿这么对比的颜色，我为什么要选这么丧心病狂的颜色，采纳这种丧心病狂的意见呢？因为这样的颜色想要配好，它会用到一种技巧啊。等一会儿我会把它画出来给大家看，就怎么样在红和绿之间让它比较好的融合，它需要用到一个色彩的理论。首先这个红色我用的明度高啊，也就是这红色看起来很亮，那么我这个绿色呢，我就选择一个明度低的颜色，就浅的红色要配深的绿色。你不能说一个很浅的红色配一个很浅的绿色，这样就没有对比。这是一种配色的方法，就是我选择明度的对比啊。其次呢还有饱和度上的对比啊，这粉红色的红饱和度呢比这个绿色的饱和度要高一些。然后再次呢，如何中和这个绿色和粉红色，对吧？它明度跨度也很大，它纯度的跨度也很大，那么怎么样去中和它，我们要通过色温一点点的去推过去。那么从绿到红，对吧？从这个色表上，在绿色和红色之间呢还隔着黄色和橙色，对吧？从另一个方向的话还隔着蓝色和紫色才能到达红色。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色温去推，才能让这个颜色看起来和谐，才能让它显得自然。你看我分色分得好，我在皮肤上再怎么丧心病狂的使用这个绿色也不会涂到它的牙齿，非常的随意。所以说前期你的工作做得越好，后期你就越省力。对吧？套路总是有的，不管你们说什么颜色，我总是有办法把它调和到一起去。那这才是我这次直播要想要教给大家的关键。就配色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玩小朋友填色游戏，瞎鸡巴填，对吧？填完就行，不是这样的。啊？关我屁事啊！好，眼皮可以让它粉一点。我突然发现这个眼睛放大让我想歪了，可能是我想多了，赶快缩小，不然管理员要冤枉我，以为我在开车。好，那么怎么样把这个绿跟这个粉红之间啊，去做一个过渡，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过渡。什么不是正经人啊，我是正经人，我怎么不是正经人，我超级正经的，我正经到不行。好，我们点开这个色板，我们来看一下。你看看这条颜色，粉红色在什么位置，在这个位置，它属于红，对吧？然后这个绿在什么位置，在这个位置。所以说红和绿之间的跨度比较相近的，我就是从黄橙黄色过渡。如果我要从紫蓝色过渡的话呢，它跨度很远啊，所以说我选择就近原则，选择这个比较近的过渡的方法，我就选择这个橙色，选择这个橙色。然后我再看这个红色在这个方框里，在这个位置，而这个绿色呢在方框里面，在这个位置，所以我选的橙色必须在它们中间的位置啊。我选到这个橙色之后，点到它们中间，适当的饱和一点。好，我选择一个这样的颜色，选择这个颜色之后呢，用喷枪来进行融合，这样的话它色温才能够推得过去。你看加了绿色之后就毫无违和感，就红和绿之间想要搭配必须要有一个它们的中间色来过渡。
对吧？我每次都要开车，但是干货还是要有的，不然你们2个小时看下来，对吧？除了看我在这边，除了看我的嘴巴在这边浪之外，得不到东西，那样不好。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从红到橙再到绿，我在更深的地方，我可以用什么颜色？我可以用点蓝色，对吧？你看，我再次点开这个颜色，它红色，我们看这条竖条的位置啊，这个彩条的位置，红色，然后过来呢，它往上去一点啊，又往上去一点，然后再往上去一点，再往上去一点啊，然后再往上去一点，完美的从下往上移动了上去。所以我再要画更深的颜色呢，我这色相要更往上。偏冷，啊，明度呢要更低啊，更低。套路有很多啊，那关键要了解它的原理啊，才能够画好。这样分出来的这个颜色啊，才是比较自然的颜色。就光一个固有色，你看我其他地方分完之后，我光一个怪物一开始的粉红色，对吧？我可以加入那么多的颜色去丰富它，并且还没完啊，光一个怪物都还没完。它口腔的部分呢，它颜色可以更加鲜红一些。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啊，它从最远处啊，从这个位置一点点往下移啊，下来一点，看这个竖条，对吧？啊，再下来一点，啊，再下来一点。再下来一点，是吧？然后一直到这个红色，所以说我更内部呢，我需要调得更红一点。好，把这个颜色画上去。我可以选择一个正常层来画。好，触手，对吧？新鲜的这个肉色的触手。然后牙龈的附近，这种颜色可以做得更红一些。所以它明度上有对比，同时呢，它色温上呢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很重要。如果你配色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种过渡的话，哦，就会很奇怪。当然，仅限画这种什么生物啊，或者是需要有很强烈的色相对比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技巧。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丧心病狂到把红和绿配到一起，对吧？不是都说红配绿赛狗屁嘛，对吧？但是既然你们说了，对吧？我就要配。不是说这个颜色难配我就不去配，对吧？一个难配的颜色你也能把它调好，把它中和好啊，这才是技术，对吧？好，这个怪物的颜色呢，我暂时先配到这里啊，我可以玩点花样。什么样花样呢？比如说固有色上可以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效果，比方舌头上啊，可以有点血管加一点上去啊，这些都属于固有色的范畴，对吧？毕竟我触手也没少画，加点血管。把这种生物的感觉画出来。谢谢陈敏的插画师之旅赠送的1元。今天你妈妈在不在？
什么意思？品级？你看不起我老旧的电脑的轰鸣吗？我的电脑确实像拖拉机一样老旧，那又怎样？好，加点这样的颜色啊，同样的道理啊，背部我也可以在固有色上啊，还可以做点什么文章，我还可以加点东西，比如说我选这个深色。加点斑点啦，对吧？像鳄鱼啊、蛇啊，就爬行类动物，对吧？这是一只像恐龙一样的怪兽，所以我加一点爬行类的特征。这些都是可以加的，这些都属于固有色的花样，对吧？它本身斑点就是长得有深浅，这跟光影就没有关系，这就是固有色上可以玩的花样。就是你看，我分个固有色，我也可以有很多的技巧啊。我看到有问有没有鳞片，如果你想要有的话，我到时候刻画质感的时候就可以教一下你们鳞片怎么画。你要开口，对吧？你要亲口说，我想要，对吧？我再给你。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要讲出来。看到了你们的聊天，我悄悄的保存了一下。好好，你要是吧，好，你要我就给你。好，那大家到时候质感的刻画，我会加入鳞片的这个部分。我尽量在这张画中，其实我选择这张画是花了点心思的啊，选择画这张画。你看，这张画里面有皮肤、有金属、有毛发、有皮革，对吧？还有鳞片啊，还有口腔这种肉，各种各样的质感，牙齿啊、骨质等等，它基本上。包括了各种各样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质感，所以说我可以通过这张图呢，尽可能的表现多种多样的质感，来给大家看到。好，还有说能不能讲一下正片、叠底和其他模式，后面都会用到，所有的模式后面都会用到。好，怪物的话，我们暂时先画到这里。先画到这里，别跟我提输油管，不要跟我提输油管。好，我们再把这个褐色的部分啊，来细分一下。现在只是固有色哦，不是光影关系。褐色部分我们可以来区分一下，就皮革的部分，选一个稍微重一点的颜色。皮革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它边缘的地方啊。边缘的地方会浅一点，经常摩擦啊，然后其他地方颜色呢，都把它涂得深一点。比如这个皮带，我怎么涂，对吧？我不是说整个把它涂黑，那样的话，我一开始这个颜色白涂了，所以我只把它中心位置的地方涂深一点，那么周围呢，自然留出一些边缘啊。就它皮带穿久了，对吧？它边缘也会磨损啊，它这皮革表面涂的那个漆会不会磨掉？那边缘就会变浅。那我们就可以模拟这种感觉，把它涂出来。这些都属于是分色的时候哦做上去的一些细节的质感。就比如画这个皮带啊，那皮带两侧的这个厚度上面是没有漆的啊，我们把这个厚度保留出来。颜色就做的比较浅，在光滑的表面摩擦。
把这些细腻的颜色把它分出来。头发那暂时就先这样，头发可以比如说让它有点渐变色啊，基于这个褐色，然后它发根的部分呢颜色更黑一点，仿佛是染了头发又新长出来的样子，把它发根开始的位置做深一点。啊，突然想起没有水晶的质感，水晶这种质感你都不会画的吗？好好好，既然你想要的话我到时候给它加一个。好，然后把发尾的部分呢，有问说乳贴可以做水晶质感吗？要那种透明的是不是？好，然后发尾的部分把它做红一点，做红一点，饱和度高一点。挑一点红色上去，比较骚，比较杀马特。闪亮，像这样的，有点骚。好，那皮革呢我们暂时先分到这里。好，我们再来继续细分。骨头啊，骨头也可以细分。骨头的颜色呢，它有些地方颜色会深一点，有些地方颜色会浅一点。比如说这个牙齿，在骨头颜色基础上让它颜色稍微深一点啊，往红色然后做暗一点，饱和度呢做高一点，做出一些脏脏的感觉，毕竟动物啊这种怪物什么它也不会刷牙啊，颜色做的有一些渐变的变化，这些也不是光影啊，也是固有色，这凹陷时间久了它比较脏。类似的这种感觉啊，这地方都做一做，就是相当于一个做旧效果。这样加了一点这种颜色呢，它看起来骨质的感觉就会变强。如果单纯只有一个这种乳白色的话，它看起来好像塑料一样，加入一些固有色的微妙变化呢，对于这个质感也有一定辅助体现的作用。好，牙齿。哦，并没有，我这么画其实并没有让它有多立体啊，只是颜色上让它丰富一点。你想如果我一开始不耐心的把这些颜色分出来的话，我现在想要做这些微妙的变化，那我不是要涂到死吗？但是我之前做了这个选区，我刚刚就讲我们刚刚第一步做的是选区，第二步才来做变化啊。我有了第一步这个基础，我第二步想要做这些变化变得非常容易。
我看到了，你说要加口水丝啊，口水丝作为一种液体质感是可以加的。虽然液体质感，我印象中好像跟大家讲了很多次了，白色的浊液，讲过很多次。口水丝可以不用现在体现啊，我可以在之后再把它画上去，因为那个是作为点缀用的。这样的话，你看颜色就分出来，然后可以适当的加深、减淡，或者用海绵工具。哦，我把这些牙齿根部做更深颜色。对吧？我教你们的都是一些方便、快捷、见效的一些方法。海绵工具什么用呢？它可以选择去色或者加色啊，就是增加或者减少饱和度的作用。我可以把牙齿的中间的部分做得黄一些。像这样。好，那骨头的部分呢，不需要做太黄啊。差不多就现在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些小牙齿的地方可以饱和度稍微做高一点，啊，做点区分，颜色上有点区别。真是的，我给你们演示图的时候，比我自己画画还细致。骨头呢，我们暂时先到这里。是啊，海绵体工具，你拉开你裆部的拉链，你就自带这个工具。不过你的工具没我的大。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分啊，皮肤。那有些人说，哎，这灰色怎么没有分？其实灰色我分了啊，金属的部分，金属是最后做。我们把皮肤来做一下。皮肤有什么固有色上区分呢？当然是有的。我选中这个皮肤。整体的饱和度啊，要把它降低。降低之后呢，有些地方颜色要红一点，在固有色上红一点。厉害厉害厉害！我的海绵体比你大，但你的比我多。我只有一条海绵体，你有几条？这么厉害的吗？好，耳朵要红一点，然后呢，哪里？眼睛哦，眼皮的周围有黏膜质感哦，要红一点。然后还有哪里呢？脸颊哦，但这个脸颊你不能画得超红，超红好像高潮了一样，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红色就行了哦，不用太多。然后鼻尖要红一些。然后嘴唇，谁前列腺肥大，这么可怕的吗？品吉，你怎么有这种病？好，然后这边呢，虽然有乳贴，但是可以乳晕的颜色可以稍微出来一点点，比较高雅，比较含蓄。像我这种开车从来都不是赤裸裸的，输油管只是一次意外。哎，说到输油管，我来问一下。有谁知道输油管这个梗的吗？知道的打一下一。我看一下有多少老粉丝。我当然知道海绵体有三根了，我当时画输油管的时候还特地把剖面图说了，切开讲解了一下，好吗？我会不知道有三根吗？哎，看来有人不知道输油管的，太好了。好，我们把肤色上啊这些暖色做上去，指关节
啊，这些部分都可以稍微红一点。然后呢，被这种地方勒的这种颜色，被勒住的地方也稍微红一点。这丝网这种地方啊，可以把它稍微做红一点，非常的有趣。条理要清楚。好，皮肤呢，这一部分是红色，其实皮肤里面还有一点青色的，像初恋般青色。好，我们找加一点青色进去。有些人说奶子上怎么会青色呢，对吧？你根本不懂奶子啊，奶子上你仔细观察，它有很多静脉的血管会有青色的，别人不告诉你，我告诉你。奶子上也青色。大家想要知道奶子在哪里吗？就是二号机香香，他身上有青色。感谢仓鼠求瓜子，谢谢仓鼠求瓜子。好，那肤色的这个颜色呢，我们暂时先调到这里啊，先调到这里。然后就是金属了，是时候来画一下金属。金属的话，先把金属的颜色细分一下，就现在整体都是银色，在银色的基础上呢，我分出一些深浅，分出一些深浅。有些部分银色可以稍微浅一点，有些部分银色稍微深一点。好，调一个深一点的颜色，然后有些地方要浅。谢谢木泽九，谢谢一只纯雅，谢谢绿铜梨，谢谢小鼠鼠鼠。可怕，我受到了侮辱。谢谢蜗牛是你的谎言，谢谢灰化肥发黑会挥发 OVO。 谢谢盛夏晚秋，谢谢张金335，谢谢灰化肥发黑会挥发 OVO 送了那么多的一元。谢谢，是叫重火吧还是重火，谢谢 Demon X，谢谢你们。好，我们来细分一下这个金属部件上啊，它有些小的部件，我们把它做的颜色浅一点。是的，我看到五鱼问说这是什么操作蒙版，这是蒙版。谢谢欧皇蛋儿，谢谢励志陈大叔的悠悠，谢谢黄色小喵喵，谢谢图图图，谢谢为谁附庸，谢谢漫迷兔散步中，谢谢水色朝颜。谢谢那个牙前面的我不会念，谢谢月之师，谢谢你们。谢谢 Echo 8792，谢谢乌鲁塞，谢谢小满兔，谢谢五鱼，谢谢秃瓢少女，秃瓢少女我认识你，谢谢一个柳，谢谢秃瓢少女记。你不打鸡我也知道你是鸡佬的。好，我们来细分这些小小的材质，小的部件，我把它做的颜色略微浅一点，分出这些小小的颜色区别。谢谢鱼耳根，谢谢沈
张 master， 谢谢琼渣，谢谢美梦，谢谢峰峰啊，当然还要谢谢品鸡啊。谢谢品鸡怒刷存在感。诶，陈敏不在了，为什么刷礼物的时候没有看到陈敏？是不是被妈妈叫走了？谢谢三观不整，谢谢涂白玄清。啊，谢谢六须青叶。我跟你们讲，六须青叶看的书超多，学富五车。好，这些机甲的颜色分的时候呢，就跟怪物哦不一样了。你看这东西，它又有机甲，又有生物质感。那不光是不管是怪物也好，还是这个妹子的肉体也好，它的颜色都是那种喷枪一样过度的颜色啊。但是机甲的话就不一样，除非你用油漆把它漆成这种过度的颜色。一般情况下呢，这种机甲它都是分色都分得很锋利。谢谢虚静残像，谢谢 Vermicell， 我不会念，谢谢牙。怎么样，品级老师棒吧？是直播了，谢谢莫出离，谢谢抓住全部暗中观察猛菊，谢谢钢铁剥皮兽，名字都很有趣，谢谢正在云游的道长，谢谢道长，谢谢幻醉咸鱼人，再次谢谢道长，谢谢 Sheep 零零九，谢谢鹿呆滚什么东西，谢谢七仙鱼，谢谢蟹棒追猎者，谢谢牙。你们的名字都很有趣，不像我的名字毫无创意。谢谢木泽九，谢谢捉猫猫躲迷藏，谢谢蒙板酱汁，成功难到，确实难到了我，可恶，让你得逞了，那你很棒棒哦。谢谢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许先生，那你姓许不是已经透露了吗？
谢清真咸鱼，叫咸鱼的还真不少呢。谢谢发大大大，谢谢光明是使者，谢谢凌空抽搐。凌空抽搐这个名字让人印象深刻，我上次也记得。然后我就脑补了一个凌空抽搐的样子。我看到，比如说这画面是不是有点污？是啦，是有一点啦。跟我以前的图比起来的话，这只是一点而已。再次谢谢欧皇淡然，谢谢田中君总是如此绅士。我看到牙在说，咸鱼味道清蒸不都是咸鱼蒸腩肉吗？这不是重点吗？这不是重点吧？咸鱼也可以清蒸啊，毕竟都已经腌过了，直接清蒸就可以。为什么突然谈论起了料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铠甲啊，上面做一点细节的变化。两种方法，我打算用在这两个分色上面。较浅的这个分色呢，就经常摩擦的这个金属啊，它会变得非常锃亮，它颜色会变得比较浅啊，那就是这种颜色，这种浅色啊，把它提得更亮一些。提这个颜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高光属性来提，但注意这只是固有色上的深浅。比较锋利的地方，提亮一点。这种提出一些渐变。就大家有做高达模型的话，就知道这个技巧，在它棱角分明的地方啊，加深或者减淡，以此来体现出它的体积感，但这只是涂上去的颜色啊，并不是真正的光影。有没有做高达模型的？就问一句有没有？不要说出来啊，可怕！我以为你们忘记这件事情。关注超八千唱经青藏高原这种事情，为什么这种事情反而记得那么清楚？我压力很大的。感觉这一曲唱完掉粉，好不容易攒到八千的粉，唱完青藏高原都要掉9000个粉。好，那深色金属呢，我们可以加点锈迹。锈迹怎么加呢？直接画。直接把它画进去，使用正片叠底来画。锈迹画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这种有前后部件相连接的这些缝隙中啊，它就会有一些锈迹，显得这个装备是比较陈旧的装备，不是崭新的装备。就有些人的趣味就是这样，
新鲜的他不喜欢，他就喜欢用过的，他就喜欢用过很久的那种，有的人就喜欢这种。什么叫不敢在我面前说自己好大？如果你真的大，你就证明自己啊。什么？什么？不懂啊？是容易沾到液体的地方就会有锈迹。只有我才是最大的，就算你压力大，你也不能说自己好大。好，锈迹呢，因为是液体啊，氧化，就液体里面的水的成分啊，氧化了这个金属。因为水的化学式是 H2O 嘛，它其中有氧气，氧气跟金属碰到一起就会发生氧化。那这些都是属于固有色上的。说到压力好大，要唱青藏高原，我压力好大。可怕，我想想就很可怕。我当时为什么要嘴贱说这种话？突然后悔。哎，这边这个皮带忘记涂了，算了，我就用这个锈色涂一涂吧。算了，这不是我，因为我有蒙版的。好，我们继续。划一点锈色上去。你太天真了，你居然问不防水怎么杀异形？异形喷出来的是酸啊，不是水。你没看《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吗？异形的血喷过来，它的铠甲不就融化了吗？并不是所有铠甲都可以防异形的酸。锈迹适当的添加一下，然后颜色适当的给它一点颜色，画成一个铜色，铜的颜色，但它不是铜啊，如果是铜的话，它的锈就应该发绿。我们细化的时候再说这个东西。好，我们把这个配色全部配完，你看颜色是一层盖一层啊，你看每一层颜色都是这样一层层盖上去啊，皮肤、骨头、皮革、怪物、深色的金属、浅色的金属，这些颜色都要分开，分开之后方便我们之后刻画。
你看，这是我详细的细分了颜色之后，是吧？这是我细分颜色之前啊，分之前分之后差很多，所以说这个是第一步，对吧？第一步把区域分出来啊，第一步。第二步呢，在这个区域上做变化啊，做细腻的这个变化。突然发现这个皮肤上面这个颜色还没有分好，眼白白色。它瞳孔画什么颜色好呢？大家觉得？但说无妨，对吧？你们说什么原亮绿啊，什么粉红色，我都会画的。大家觉得颜色是什么？眼睛的颜色。哦，我看到有说酸的锈是蓝色，不是红色。这不是酸，这个怪兽不是异形啊。比如说红色，比如说紫色，比如说蓝色，比如说五彩斑斓的黑色。好，我就中意这个五彩斑斓的黑色。像我这种很懂策划的人，五彩斑斓的黑色还能难得倒我？我们需要首先涂一个黑色。那么怎么让这个黑色五彩斑斓呢？啊，非常容易啊，就往里面瞎鸡巴塞颜色，五彩斑斓，那么至少要有五种颜色，对吧？好，先来一个红色，然后再来一个黄色。具体用什么笔上色？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笔，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笔了啊，这无所谓的。好，现在有两种颜色了，然后再来一个绿色，一点点推。然后再来一个，三种颜色了，是吧？然后再来个蓝色。好，四种颜色。再来个紫色，好了，五种颜色，最后我再用黑色统一一下，它就变成了五彩斑斓的黑。用黑色统一这五种颜色啊，让它成为真正的五彩斑斓黑。没错，五环配色。突然想到《五环之歌》，你们会唱吗？好，配色我们暂时先配到这里。接下来终于可以啊、有趣的时间了。那它有不同的质感，不同质感对于光的反光程度都不一样。光影的颜色在这里，好，把它打开，我们一个一个来做啊。你们不会，我会就行，我也不会，不好意思。好，我们一个一个拿过来。好，分色分好的这个颜色，我复制一层啊，把它合到一起去了。现在就配色暂时先配到这里。然后我把这些光感的这种颜色一个个拿上去。好，这蓝光拿上去，这蓝色光拿上去之后呢，先回到正常层啊，回到正常层。怎么做呢？我把它里面的暗部也就照不到了，选择色彩范围，把暗部选出来。选出来之后把它删掉，
暗部删掉。想问一下，不喜欢现稿起稿这种方式怎么办？你可以看到现在直播的屏幕下方，你可以点我往期的视频，我往期很少现稿起稿的。使用绿色或者是颜色简单来做啊，我觉得这个呢用颜色简单比较好，但是我需要先把这个主体啊调暗一点，把它放到一个光线环境稍微弱一点的地方去。因为暗部里面它有固有色的倾向，它有反光可以照亮一点，但是它不会很强。这样的话这个顶光啊就可以做上去。这顶光强度呢，我原始规划不想那么亮，把它做暗一点。但是呢这个冷色的倾向我把它做高一点。所以我把饱和度调高，它够冷，但是呢明度没有那么高。这样的话你看这蓝光，对吧，我之前做的这蓝光，我分完色之后分分钟就把这个颜色做上去。好，这颜色做上去之后呢，我要考虑不同的材质啊，不同的材质。所以说我之前分色的这个选区啊也很好用，我把它复制合到一起。拿过来啊，也就是我分色前的这个颜色，你看是这个颜色，就全粉的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分的它的材质，哪些地方的反光要更亮，哪些地方反光弱一点呢？啊，金属它表面很光滑，所以金属的反光度就很高，然后牙齿表面也很光滑，那么牙齿的反光度也很高，那我就可以描选，是吧？我随便一点就把所有的骨头都选中了，我随便一点就把所有的金属都选中了，对吧？超级快，超级方便，然后我就可以开始调了。我把这些部分呢调得亮一点，然后你就会发现，同样的顶光打在金属和骨头上和打在皮肤上啊是不一样的，皮肤上就会弱一点，金属上就会亮一点。当然骨头上的话不可以跟金属上一样亮，所以骨头上稍微暗一点点，骨头的反光度会比皮肤强一点，但是没有金属那么强，是吧？前期的铺垫到现在的话就厚积薄发，呈现出非常有趣的快速调出它的大概的这个材质的这个方法。好，那么这样的话我这个顶光调差不多了，顶光调差不多之后，有些局部的地方，不是菊花的菊哦，我知道你们要玩文字游戏，局部的地方呢我可以再人工提亮。怎么样老师棒吧，真拿你们没办法。好，我们把牙齿这些地方高光啊做得更亮，因为这范围我都已经找好了，所以我随便做。然后眼睛的部分也要亮，眼球也是很光滑的，所以它高光也要亮。然后还有哪些地方要亮呢？虽然皮肤的部分没有做亮，但是这个黏膜的部分啊它高光要亮一些，因为它比较湿润，所以高光要亮一点。那舌头上面啊可以画一画，顺着这个血管去画一画。你不用担心画出界，因为我想在这种地方画我都画不出来，范围我已经确定好了，所以我的高光绝对不会画得很分散，我只会在已有的这些范围里面继续去画这个高光，把它画出来，这样这舌头就滑溜溜的感觉啊，就会比之前就要强。好，这样做完这个高光之后啊，蓝光之后呢，我再把其他的光也拿过来啊，其他的光一点点拿过来，蓝光稍微弱一点点，把这个蓝光跟它合掉。蓝光合掉，对吧？然后再把后面另一个光啊，背后的这个暖光啊，把它拿上来。办法有很多种，我把这个暖光拿上来，你看
这暖色边缘光就做上去了。但这个颜色呢我不满意，我要它更强啊、强烈。这样的话你会看到它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饱和的过渡色啊，之前是没有的，自然形成了这个颜色的过渡啊，也是我之前调的，把它提上去。这样的话它顶部的冷光跟背后后侧的这个暖光呢，它就自然搭配到一起，顶部的冷光把这里照成蓝色了，之前是灰色对吧，冷光把它照亮变成蓝色，然后侧光呢再把它照爆、变成偏暖的白色。然后这个颜色强弱我也可以调一下啊，非常有趣啊、你只要了解这个理论你就跟玩一样。我可以先把它调弱，为什么要调弱呢？我根据不同的质感对吧来调。好，还是老规矩对吧，那金属肯定要亮，我选中金属，选中牙齿把它亮起来。亮到爆啊，亮到爆。好，那么其次呢，皮肤这些地方就保留这种相对弱一点，相对弱一点的这个边缘光就可以了。然后舌头例外啊，舌头也是比较湿润的啊，就舌头是软的，金属是硬的对吧，那么为什么金属跟舌头同样都要把这个反光度做高呢？其实材质啊，就这个质感这个东西跟软硬没有关系啊，这个质感的软硬是靠摸的，而我们作画中的这个质感呢是靠眼睛去看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质感呢是根据它的反光度来定啊，不是用手去摸的。就算我把这个奶子画的再大，你也摸不到它有多柔软，我只能通过质感，视觉的质感来暗示让它看起来很柔软啊。好，这些光把它做上去，这里也要强一点，为什么这里要强一点？因为这种地方它是角质啊，角质的把它做强一点。还有这边的牙齿这些地方做强一点，因为牙齿反光度也高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理性的去分析这些东西，把它判断出来。好，头发可以稍微亮一点。不要笑这个字幕君，他是个智障，大家不要看字幕君，看我画画。好，那这个背后的这个暖光也加上去了，先打开冷光再打开暖光。好，把它合下去，然后就有两个光了对吧，然后才是最主要的那个光我们把它拿过来，最主要的是这个爆炸的光，这个爆炸的光把它做上去，照亮它的这个颜色，这颜色要调。我决定用绿色这个光，就刚刚讲到的那些正片叠加各种涂层属性是吧，在这里就可以用到。用绿色的话就把它调暗，然后把它的对比度拉高，饱和度拉强，饱和度高起来，对比度呢要拉得更强。好，把这种爆炸的这种光晕把它做上去。然后黑色的部分呢要把它删掉，大家看一下我把它调成怎样调成非常剧烈的这种强烈的光影效果。然后呢把黑色的部分删掉，对吧，套路有很多关键要理解。
把它删掉，再把它叠上去啊。绿色刚刚好，绿色刚刚好。红一点。好，同样的来调整啊，来调整一下。那金属的部分呢，就要格外的格外的亮一些，其他地方就相对暗一些。不过这个调整因为爆炸的光它很近，距离很近，所以不管什么材质它都有可能会被照得很亮，所以这种地方呢我们就直接是啊，这是 PS 啊， PS 的正确玩法就是这样玩的。好，我手动去提啊，提出一些更亮的地方，被照爆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的光影投下来的投影以及它的光的颜色啊，就可以形成非常强烈的变化。而且这一步呢，我把线稿关掉，这张图也可以看。我关掉线稿，它也已经差不多了。打开线稿呢，只是多更多细节，这些小的细节呢是一些细腻的光影，在材质刻画的时候再来做啊。这一步是初步的，初步的把这个材质啊都把它表现出来了。饱和度再更高。好，像这样，把它合下去。好，最后呢，如果你想要把某一些部分的固有色啊写得更加强烈的话，我就把我这个固有色的层啊复制一层上去。就图层属性有非常多啊，它非常有趣，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属性去查看它叠上去的效果。各种各样，这样颜色更实，是吧？有些对比很强，有些对比很亮很弱，有些适中，我们可以这样一点叠上去啊。比如说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叠上去呢，会因为我用柔光层叠上去，会比之前的颜色要实一点，但是太实了，我可以调它的透明度啊，调到一个适中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把透明度调到这个43啊，这样子来做差不多。我把这个颜色就把它合下去。合掉。好，那颜色呢，我们初步分到这里，把颜色跟光影呢放到一起，叠加到一起，出来一个这样的效果。到这步为止呢，才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这个材质的刻画啊，就现在只是最初步的。然后这一步要进行材质刻画呢，我可以把这个线稿给它叠个颜色去，直接用黑色的线稿的话显得有点脏，那我直接把线稿填一个棕色上去，填一个棕色上去，填一个较浅的棕色，填充。填完棕色之后，正片叠底，跟黑色的线稿，是啊，是画材质的感觉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画材质，现在只是把这个光影跟固有色分了一下，真正的材质刻画之后才开始。然后大家看一下，到现在为止就学会了同款点烟方式。好，你看黑色的线稿是这样，比较僵硬，所以我们选择褐色的线稿啊，比较自然，像大自然一样自然。我们把褐色的线稿饱和度做高一些，亮度可以先给它一点点亮度，这
这样饱和度才能提上去，饱和度做高一点。这样的话它是有彩色的啊，跟这个黑色的线稿是不一样的。好，做到这一步呢，我就要开始合成来画了。好，质感的话如何体现，在分的这个固有色以及这个光影的这个不同材质之间对比呢，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体现，但还不够啊，但还不够。那真正意义上的材质呢，还要通过刻画细节来体现。好，下面我们来刻画一下。好，开始了，今天只能一部分啊。为什么你吸烟的时候会有放屁的声音？我也要学。不行啊，学不会啊。你吸烟的时候怎么会发出噗噗的声音呢？怎么做到的？好，比如说这个耳朵，我刻画它的材质，怎么刻画？把这耳朵做透啊，做透亮。为了对比，方便对比，我打算复制一层。我们看一下刻画前、刻画后的区别。耳朵要透亮，首先要把它做暗。要透，必须在暗部才能透。所以老子要先把它做暗。暗下去啊，才能透得起来。那这些地方呢，把它过渡进来。再也不用有了我的这个方法，就妈妈就再也不会担心你选色的问题了。不用选色，我直接所有颜色我画面上已经有了，我直接吸了就是过渡，我随手吸管一吸就是干他娘的过渡。好，耳朵要透光，线稿要过渡。线稿过渡怎么过渡呢？随便拿个笔来抹一抹就行了。我选择这个笔，也没有那么随便，选哪个笔还是要想一想。你看，我抹一抹这个耳朵的线稿就被我融进去啊！谁把长度调成了50？这么丧心病狂！我把它调成85。好，你看，我过渡一下，这耳朵就厚实了，转进去了。游戏才刚开始啊，大家都知道耳朵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它是软骨，软骨组织呢它就会透，透出的是什么呢？是血液，血液是什么颜色？是红色，所以我们选一个红色。选好这个红色之后呢，它是要透亮的颜色，所以我选择颜色简单，然后是时候让这个耳朵透出血液的颜色了，被光照透了，毕竟背后有个背光。为什么要安排这个背光？就是等着这一刻啊照透。大家应该有试过对吧，小时候玩手电筒，然后手电筒照在自己的手指上，那么这个手指会被照得很透，手指的缝隙会被照出红色。为什么只能照出缝隙？因为你的手指里有骨头，骨头照不透，你只能照透它的缝隙。耳朵里面没有骨头，所以可以照透。你看这耳朵透了之后，它的质感就出来了。红烧耳朵美味了。好，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圈圈哦，圈圈的话给它照亮，背光是黄色照亮透亮。然后正面呢顶部有一个蓝光，用这个蓝光把这个高光画出来，然后呢再回到正常层，正常层怎么样，把这个剪影修修干净。
照在鸡鸡上的话，我没有试过，你可以试一下，然后告诉我，下次我画鸡鸡的时候可以注意。你一定不忍心拒绝我，快，现在就脱下裤子照。好，你看这耳朵就透了。头发从耳朵洞里出来，这不是头发，这是一个装饰，它会勾过来，加一个，加一个。我有一个同款的耳环，还有个同款的耳洞，还有个同款的发型。照不透太大了，说的自己的鸡鸡好像很大一样。好，你看画之前挂画之后，你看这就刻画了，这没刻画，刻画了对吧？要对比。没有，我没画自画像，可怕。我只是说我有这款耳环而已，至于吗？那你还跟范冰冰有同款内衣呢，我还没说你斯内克。好，对吧？那这块就过渡了。那这些地方也是啊，面部细化，面部细化有点难，我跟你们讲，不是我危言耸听。面部细化为什么会比较难呢？因为面部细化它有很多微妙的肌肉结构，你画多了这个脸就丑了，你画的少这个脸又没有细节，所以会比较难。我们先把眉毛啊，给它画一下，眉毛还是要有的。好，那这些地方我先过渡啊，我先无脑的涂抹一下。错了，不是，耳环里出来的怎么可能是我的钉钉呢？我的钉钉这么尖的吗？那你的裆部岂不是要血流不止？许先生，虽然你不愿意透露姓名，但我知道你姓许。强行说是我的钉钉，可怕，许先生，你是这样的人。好，对吧？不要想太多，一通过渡，用涂抹抹完之后，我再来塑造它。我不想浪费时间在清理这些线稿上。所以我直接抹一抹，省时又省力，对吧？讲究的是效率。不，我不跟他拼刺刀，我不玩这种游戏，对不起。而且我的刺刀那么大，我怕把许先生的刺刀掰断了，这样不好。许先生也不想跟我拼刺刀。许先生自己打一把手冲就可以了。可怕，你们里有拼刺刀这种玩法的吗？这么可怕的吗？好，这些地方也是来过渡进来。然后有些地方呢，我们不得不自己画一下。就嘴唇呢，它咧开嘴笑的时候，这个嘴唇会变薄一点，会变薄一点。那嘴角呢，它有一个光哦，底光打过来，嘴角这里要凹下去，光影方向判断不要有误。然后鼻翼这里呢，适当的卡一卡。人中这里呢，要微妙的卡一卡，毕竟这次你们自己说要看写实的，所以我把脸部结构画的稍微写实一点。好，牙齿要白一点，品鸡当然不用拼刺刀了，品鸡凑什么热闹？品鸡有电臀啊。
沙麻将怎么讲话的？什么叫翘臀？挺记的是电臀。翘臀算什么？好，牙齿呢？它是个环状啊。可以可以，你的建议我可以接纳。百合萌狼说：“以我之局纳汝之见。”好好好，你来纳吧。我的剑已经拔出来了，我的剑已经出鞘了。快以你之局来纳吾之见。可以可以，奶子这个名字起的可以。好，这些地方要画的皱一点。那画皱一点的方法就是把它的暗面和亮面啊，先把它怼上去。怼上去之后呢，哦，来一通涂抹，它就会立体了。涂抹的话，就把它要过渡的地方过渡一下，结构要卡的地方，把它转折的地方卡住，这样它就立体了。方头笔有什么优势？没有什么优势。嗯，相比普通的笔来说的话，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比较方，方的话，我是想借助这个让这个块面感显得利索一点。真的要说什么绝对的优势的话，倒是没什么优势。好，这个光呢来自反面，所以说这个投影从下往上投。然后照亮的光的部分啊，让它做得更戏剧化一点，有些地方照得更亮。五彩斑斓的黑受到了爆炸的颜色影响，当然会变红了。这里让它亮起来。面部的边缘光不要只画一条线，它要过渡进来。然后下眼睑，然后上眼皮，这些亮面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再来过渡一下。好，那仅仅这样呢还是不够的，不够的。哦，不会啊，线稿画着画着没了怎么办？上面还有呢，对吧？要喜欢的话，我给你留着呢。什么叫线稿画着画着没了怎么办？本来就要画掉啊，不然怎么细致的刻画？好，那
如果这样这个脸就画完的话，那就太简单了，对吧？并不可能啊。有些投影闭塞的地方呢，把它卡得更重一点，这种地方卡得更重一点。然后有些地方，像发际线这种地方呢，我们处理一下。让它从头皮里面长出来。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是这个皮肤跟耳朵一样，它也有透光的部分。这个鼻子、鼻尖的部分啊，它就是会透光的。你觉得有点大吗？那就小一点好了。我是喜欢间距略大，好，能小一点。我画的眼睛也比较小。好，移动一下，然后呢，涂抹一下，把这种边缘融一融。好，好，关键的部分是什么？要让它透点光啊。透光的时候呢，一样的方法，血液是红色，我们选红色，颜色简淡。鼻子这里要透光，注意哦，透光不是在光照的这个方向去透，是在光穿透明暗交界线的往暗部去透啊。然后鼻孔照透，嘴唇也没有骨头照透，饱和的颜色要改用，然后明暗交界的地方透一点。你放我视频，别人问你这是什么网站 ，B 站他都不知道吗？你说你就说哦，你就说我觉得很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些地方它透起来啊，把这个红色做进去，血色做进去。然后皮肤呢，它其实有高光，高光很弱，材质很大一部分是意义上是从高光体现的。好，额头上高光画上去，哎呀妈，这么亮。不用哦，不用这么亮，这么亮就够了。来自顶部的这个高光呢，它只能对顶光照到的范围里面产生影响，才能有高光。然后过渡。这眼睛没画完呢，这眼睛不需要再抹的，这眼睛等一会儿要画的，不用抹，用画。抹的话是一个偷懒的办法，它只能出大效果，你要好的效果还得画。好，像这种明暗交界线的地方也要透光。这种就只能画，不能用涂抹，因为我要加颜色进去。那投影的边缘都给它做的饱和一点。这里让它透光，透一点光。为什么这里要透光？因为皮肤和皮肤贴近它就会有次表面散射，它就会透光。我会把它做强一些。好，眼睛呢我们要画一下的，不能直接这样子。
眼睛它其实是一个反光度很高的东西，因为它表面非常光滑，它不亚于金属，它高光会很集中，所以我要单独来画。好，我们看这个眼睛，它来自这个爆炸的这个光，照上去呢不是先点这个高光啊，高光会有，但是呢我要先把这个虹膜里面对它的反光先把它画出来。好，其次呢才点它高光，点它的高光，顺便把虹膜里面一丝一丝的感觉画出来。好，高光要亮到爆炸，因为它看着的就是个爆炸。把高光点出来，就这眼睛的这个晶体的感觉就可以做出来。其次呢，高光还会有投影，因为眼睛它有一层角膜，这个角膜会有投影，因为角膜是有个厚度的，把这个高光的投影也给它画出来。然后虹膜的边缘呢，适当的做的柔和一点，让中间的瞳孔边缘变得清晰，通过这个反衬的手段。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啊，你要把瞳孔画的再清楚一点，你说我瞳孔已经画超清楚了，对吧？那这时候怎么办？我把周围的地方做糊一点，它中间哦就会显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我要给它一个眼妆，给它一个眼妆。画一个小烟熏妆给他，好，画完这个烟熏妆之后呢，眼球的地方肯定你没法上眼影的，对吧？眼球的地方把它擦掉，好，有了这个眼妆之后呢，适当的画一点睫毛，画点睫毛上去。睫毛要用很超细的笔来画。好，下眼睑的这个睫毛呢，把眼尾的地方画长一点，眼头的地方画短一点。我用的是一像素的笔在画，就很多人觉得说，哎，老师，我画睫毛跟你一样画，我画出来超粗，对吧？你没有用一像素的笔画，所以你画出来超粗。好，睫毛也有高光啊，睫毛也要有高光。首先是来自顶部的这个冷光啊，对这个睫毛照亮几根特别长的。然后呢，底光，这个暖光啊，也要对它有影响。这些地方呢还要被照爆照透，因为光太强了，好强是吧，被穿透受不了。然后眼皮跟眼球交接的地方画点高光，显得比较水润。你看，所以说眼睛不能随便涂抹一下，眼睛要用画的，眼睛要画。
显出一种很张狂的那种气质，嘴角勾起来，是有点摇滚的那种感觉，朋克妆容啊，给他一点。比较叛逆，当然叛逆对吧？就谁家的女儿穿成这个样子，我的他爸都想自杀了对吧？肯定是叛逆的。好，眉毛呢可以抹一抹啊，就好像我们画眉毛，边缘为什么不能那么清晰啊？难道你画眉毛会用一支马克笔去画吗？那并不会哦，你要用点眉粉对吧？用点眉刷刷一刷，让它边缘柔和一点，看起来比较自然。但是呢，你不可能说整个眉毛全部这样吧，对吧？你要有几根毛吧，就算你把眉毛剃了，你去纹个什么韩式半永久，它也给你纹几根毛上去，对吧？所以这几根毛呢，我们要把它画出来。尤其眼头的位置啊，画多一点，眼尾的位置呢可以画的稀一点，眼头的位置画的密一点。怎么可能穿成这样全是男孩子，我画的是女孩子。哦，眉毛的毛要画出来一点。看你们都吐槽眼距，我决定把眼距弄得再稍微近一点。让它开一个内眼角啊。好。好，接着呢不能说画完脸，然后这头发怎么做？头发是这种脏辫，它是辫子被勾到一起去啊，这头发被勾到一起去，我们选个带有肌理感的笔来画。它被无规律的勾到一起去，就编织到一起去了。大家注意一些细节啊，就是这个头发它编织的话，它后面是这样卷卷的把它编到一起去，但前面的部分它头发是往后梳的，你不能一开始就这样，没有人头发一开始就这样长，就这些头发走势啊一定要注意。我看到百合萌狼说金姐我爱你，这个我只能私下再回应你。斯内克说脏辫耳环这绝对是自画像，我都说了我现在已经是肥宅造型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不要再留恋曾经的我。艺术小天王说咦，这不是金姐的发型吗？还有说什么自画像，瞎说什么大实话。好，我们先把头发分组分出来。我自认为这次课程安排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把它分的拆分的比较细。要我自己画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三下五除二就画完了，这样你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觉得哇老师两个小时画完了，画得好快啊。所以还是要慢慢的画，慢慢的画你们才能get 到一点东西。
你看，就之前说什么，哎，我喜欢厚涂，我不喜欢线稿。那线稿对你有什么意味着什么？那你要编这个头发分组的时候，还是考验你的这个用线的能力。所以线还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一张好的画面构成，对吧？你抛开你画平面的还是立体的，画什么题材，它的构成最基本的元素是点线面都要有。所以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就我放大到细节到局部来看的时候，那这个头发上我分的这些东西是线。当我把这张图缩小的时候，那么这个头发每一根头发它就代表了一个线。那手上的弯的那个镰刀，对吧？那就是线，点线面。就你把一个点无限放大，它就是一个面，对吧？你把一个面缩到很小，它就是一个点。那点线面没有绝对的概念，是相对的概念。但是点线面之间如何互相穿插，对吧？这就是这画面构成讲究的东西。图案设计，对吧？平面构成。当然之前我安排这个光影关系的时候，对吧？它的冷暖然后它的强弱，比如说暖光比较强，冷光弱一点，然后冷光面积大一点，对吧？背光面积小一点，这些大小的对比，冷暖的对比，对吧？面积上的对比，这些还涉及到一些色彩的构成，对吧？相信来听课的也有一些艺术狗，对吧？艺术生狗，就你们应该上过这样的课。你们现在上这个课，看到你们那些傻逼的老头老太太，或者刚大学毕业的那些老师，对吧？画的又差，在教你们图案构成那些课，你们可能会觉得学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但事实上是确实一点用都没有，只有我教才有用。蜗牛是你的谎言说，金姐教我如何互相穿插，这个我怕弄疼你啊。就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这三大构成，对吧？图案设计、字体设计，对吧？平面设计、视觉传达的那些课这些东西确实是有用的这个教材本身是有用的。然而那些老师太傻逼了，他把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一个美术很本质的一个基础的东西讲得超级枯燥，让你们一度感觉这个课都恨不得让室友去帮自己点个名，都不想去上。但其实这个东西是有用的。不过就以大学老师那些表达能力的话，对吧？有用的东西讲出来也没用。不怕疼，来吧。好的，晚上等着我，洗干净。好，把头发分组，分清楚。好，那这个呢，只是初步分了大组这头发还有高光，头发为什么会有高光呢？对吧？头发当然会有高光，对吧？我画个二次元的萌妹子的头发，对吧？不是要画高光吗？对吧？不是要画高光的吗？对吧？这就是头发的高光。高光顶部呢是冷色的高光，选这个冷色来画。头发高光为什么这么亮？因为头发虽然是由毛鳞片组成，但非常细，所以它表面可以被归类为很光滑。选修必逃，必修选逃，666666，你比较溜。对啊，大学不都是这么度过的吗？受得了的，
你的小身板怎么会受不了一米六的我呢？我才一米六啊，我还能把你压垮吗？我可能是按不住你。一米六的我，你觉得我会有多大的力气？那顶部的这个冷光相对弱一些，相对来说弱一些。然后它毕竟是圆柱体啊，一条一条的给它连贯一些，既要注重它的丝缕状，又要把它连贯起来。嗯，好，那真正被照亮了才是这个底下的这个暖光，这暖光会把它照得非常亮。嗯。会被照透这头发，因为这个辫子其实编的是有一定的松散的，不是说完全把这个头发编成实心的啊，它头发与头发之间是有空隙的，所以当强光照过来啊，它会被照透，对吧？因为头发和头发是同样的材质，就跟这里脸跟脖子是同样的材质，所以它的暗部才会透。那有些画师画个头发，那头发的直接受光的地方，它颜色还没有多饱和的，它暗部里面透的颜色都饱和到爆，那就是这个道理，是有道理的。一米六不会太长，举不起来吗？没事的，一米六的话，我只截取其中的一小，我只截取头部的一小部分，是吧？供你使用就可以了。不要废话了，坐上来自己动。好，这些地方把它照透，透完了呢，还没完啊，因为它这个头发的边缘的线稿啊太实了，出不了好效果。你晕针啊，好遗憾啊，因为我不是针。哦，颜色简单和线性简单有什么区别吗？这么简单问题还来问我吗？你自己拿这个笔画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你看颜色简单啊，画上去是这样的。线性简单画上去没有颜色简单那么爆，啊、嗯，它没有那么饱和的颜色，它整个就灰掉了，就更像是把它涂上去了，盖上去了，所以颜色简单显然更合适。好，那这个头发边缘怎么做，怎么处理？通常情况下我涂抹都是用这个笔涂抹，对吧？但画头发的时候呢，我就用我勾线的这个笔来抹。抹出蓬松感，抹一抹就出来。抹了印度神油吗？你连印度神油都用过，年纪轻轻就要用到这种东西的吗？给它过渡一发。
那平时给大家直播，我都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啊，在这些细节上面。但其实一张插画细节还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们画画肯定是想要画细一点。群里笔刷下了，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笔刷勾线，你就从群里下的笔刷里打开之后，选择前三个勾就行了。即使用哪个勾线都没差啊，只是说你如果说的是我现在勾的这个用的这个笔的话，那就是一开始的几个啊，最默认的几个。勾线不用选什么专门的笔去勾，就最平常的笔就可以了。因为线条的美感不是来自于这个笔刷的特殊的效果啊、肌理什么，是来自于你的控制、你的轻重、粗细。有时候对吧，重一点；有时候轻一点，对吧？有时候粗，有时候细，大部分时候粗，对吧？这样就能有好看的线。这样还可以把线稿全部把它消灭掉，就这样的头发是比较麻烦的一种头发，哦，也很少有人画这样的发型。让它松掉，对吧？涂抹其实也是一个用来绘画的一个工具，就跟橡皮一样。好，然后呢，我再换回哦，我自己常用的那个涂抹。做一些大的虚实变化。前后的这些虚实变化做得夸张一点，后面这些做虚一点。哦，不需要所有地方都画得很细，这样容易显得僵硬，对吧？那我就是忍不住都画细了怎么办呢？那麻烦你把它再做松一点，对吧？这样有前后的空气感、空间感。然后找点肌理的笔刷啊，往上刷，随手点一个看起来有点肌理，往上刷上去。用肌理的笔刷来刻画这些头发的亮面和暗面。为什么要用带有肌理的笔来刻画呢？因为这个头发本身它上面头发很乱，你用很光滑的笔刷画出来就变得像触手，所以你要带有一点肌理，它看起来就会像比较粗糙的触手。我做的是它明暗交界线，让它立体起来。然后再用一个柔光啊，你看我用笔用了很多种不同的属性。柔光干什么？头发与头发之间啊，会把皮肤印得比较红。然后这个明暗交界线红一点，是时候过渡一下了。可怕，一不小心快要22点了，还好你提醒了我，不然我讲不定糊里糊涂画了一通宵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做了哪些东西啊，今天做了哪些东西。好，这是之前的光影叠加的效果。
光影叠加效果是这样，然后呢配上固有色，分出它的固有色。固有色一开始呢，这个是分区域啊，并不是说这个怪物整体就全部是粉红色，或金属全部是灰色。先分出它的区域，分出这些区域之后呢，再来细分啊，在这些区域里面把每一种材质再细分更多的颜色。那么在区分这个金属的时候呢，我就把边缘做的清晰一点，它部件与部件之间啊做的分得非常清晰，然后怪物的部分呢把它边缘做的柔和模糊啊，带有一些肌理效果，看起来很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些斑点透出的这些血管。大家不要怪他，他只是好心，他看我太累了而已。好，然后呢基于这个方法把这个颜色调暗。为什么调暗？因为本身很亮的话就无法打光了，对吧？先要把这个光做暗，然后再逐步提亮啊，把之前的这个冷色顶光加上去。正爽着呢，突然停了，真是遗憾，你只能自慰了。然后再加上这个背光啊，加上去，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暖光啊，这样加完之后呢，它光色很强烈啊，但这不是我要刻画的时候要的效果。所以呢我叠上了这个固有色，叠上去让它固有色更强，固有色的深浅啊更明确。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呢啊，把它合成之后啊再来细化。细化的话呢还好及时提醒啊，那我就细化了一下这个面部啊，面部头发这些部分稍微细化了一下。那时间关系啊确实是有点晚了，是吧？一不小心又多播了一个小时。那暂时我们就先画到这里。那么最终呢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材质今天没有来得及讲，不好，还好我有先见之明，对吧？我们还有下期。那材质包括很多哦，这种金属的材质，陈旧的金属还有崭新的金属，对吧？然后身上的这些皮肤的这种肉感的材质，然后骨质的这些材质，然后怪物的这些材质等等，还有很多丰富的材质。就光一个脸部其实它也体现了很多材质，对吧？头发是一种毛发材质，然后皮肤是一种材质，对吧？然后这些耳环是一种材质，你看皮肤也有高光，但皮肤的高光最集中的也就是这个鼻子的部分，但是跟这个耳环相比，耳环的高光更集中啊，耳环表面更光滑。然后眉毛也涉及一点毛发，对吧？然后眼睛哦，眼睛是反光度极高的一个材质，它表面非常光滑，所以眼睛的高光非常的集中哦，皮肤的高光相对来说就分散，而且反光度越高的东西，它的高光越集中，高光的亮度也会越高哦，皮肤的光滑度没有眼睛那么高，所以它的反光度没有眼睛的高光那么集中，它的高光的亮度也没有眼睛的高光来的那么亮。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这高光压缩的越小它亮度越高，这个高光表面模糊它高光越分散，那么这个高光的亮度就越少。那同样的投影也是一样，像金属的这种东西它的投影就很深哦，颜色很深。我把这个投影加上去，颜色非常深哦，压在上面，因为金属是不透光的，因为金属不透光。那么头发呢相对皮肤来说它比皮肤要不透光一些，因为头发编得比较密实，但是呢它边缘还是要透一点，透出一点红色。然后皮肤的部分呢相对来说透光一些，但不是所有地方都透，对吧？就鼻尖、嘴唇、耳朵这种地方透光，透出它血液的颜色红色。这样的话头发啊，没有那么透，皮肤透得多一些，头发透得少一些。然后头发的高光比皮肤集中一些，就区分不同的透光度和反光度呢，我就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材质。哪怕我只细化了一个头部的个别的地方，对吧？它也可以体现出不一样的材质的特点。好了，那时间关系的话呢，那今天只能先讲到这里了。那感谢大家留到这么晚，那我们下周五再见。不知道下周三会不会有什么突然袭击。